知道黄蜂号能不能开，好像不行了。我靠，射不到啊。啊，拿能量剑的。我靠，又有一只，没看到。屁呀、啊！他一刀砍死两只陆战队啊！他在那个防护罩后面，我怎么打到他、啊？我是跑超快的。
哇靠！手弹一颗就直接快挂了，而且还是我们人丢的呢。啊，隐形精英啊！靠北。我真的觉得豺狼超难打，我差点死掉。哎，好干，这关有够难。人家要退到最后面，然后故意拖时间呢，故意等时间到。我应该打太快。
记得要隐形精英吗？把眼睛放大一点。看到了。登上命后，哦，终于过。消灭所有敌人。那个红号把自己人撞死了。我靠！
敌人是杀不完吗？ 哦，幽灵号真好用。 这幽灵号真的超方便的。
啊，没有新的幽灵号可以让我开。 开不进去。哎，怎么丢歪了？ 怎么都是豺狼啊！我们正常人对付豺狼，那什么东西啊？ 幸好这个炮塔跟得很慢。 感觉这看不太到他在哪。 哦，终于过啊！ 他死掉了，穿小，哎，影分身呢？ 我要怎么干掉他？还要满的，我靠，双持能量剑啊 ，OP 耶！ 抓砍到不得了。
哎、欸，干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还将双持能量剑吗？老魏隐形。老阿跟得好快。那丢错地方，他又回去啊！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他又回了。只是前面有护盾呢。他终于挂了。现在。哦。哇，好帅啊！还要处决他、啊。Version these days? You ought to see what came next.
剩最后五关了吗？